兄弟们 ，GPT 这个插件一上，设计师正式下岗。以前很多人说 Midjourney 画画确实牛，可是提着词需要英文，而且我也想不出来啊，我的语言很苍白，怎么办？现在用上 GPT 这个设计插件，妥妥变身设计大神。你只要用汉语告诉他你想干嘛，他分分钟给你最适合 Midjourney 的提示词。我让他给我设计一个临时的 IP 形象，这要找设计工作室不得几万块钱吗？宫崎骏的《天空之城》已经开始重映了，我让他帮我设计一个海报，这个水平你找个设计师至少给你画一两个星期，收你几千块钱。今天儿童节，我让他给我设计一个海报，你看多好看，什么颜色都有，是吧？还非常的政治正确。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轮人工智能，它之所以称得上是革命，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，从而提升全民的生产力。伙伴们，抓紧时间搞起来。